两位英雄突然停下，他们前方的特拉格村遭到采矿爆炸重创，还有交错的巨大轨迹，巨大机器留下了巨大轨迹。 机器掉下去了。
接着在山下爆炸，炸成大约2亿8千块 乔特和谷谷站在崖边往下看，两人在遥远的远处依稀看见一排矿车加速驶去。两位英雄出发，打算查清楚汉滚普车队的目的地。